作为一个歌手，如果想要复出，最能证明自己的无疑就是开一场演唱会了。近日，歌手张韶涵在北京首体成功举办了自己复出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，纯粹2017巡回演唱会北京站。沉寂多年的张韶涵本来是不被大家看好的，因为娱乐圈就是这样嘛，旧人走了还会有一大批新人在后面等着接替，多年以后再次回来，能有人还记得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然而从张韶涵的这场演唱会可以看出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粉丝这么多年仍然陪伴着他的。同样，这一次他也没有让等候他的粉丝们失望，清凉的嗓音还是跟当年一样，现场座无虚席，气氛很是热烈感人。你还记得那个长着隐形翅膀的女孩儿吗？张韶涵，欢迎回归。